成功敲钟啦，打败小 S 等强敌，以婚礼歌手和焦哥一起拿下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实在太感动了。跳一下吗？你确定他穿那么高要跳？跳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那从台下走上的那个视野是那样子哎，我刚刚已经有一种好像那个东西，你不要看我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姐，不要这样子，已经准备好这么久，可是走上台的那个感觉还是很激动这样子，就是每一个视角对我来说都很新鲜，然后很开心，真的很谢谢焦哥。对你的师父说一句话吧，撒腿哦。爱你哦！哎，我总是在抱紧紧，你怎么是抱婴儿的？对啊，这是一段佳话，师徒同得奖，真的太为露露开心喽！